先把这个关机，再开机，然后再给它复位。然后给它扫描二维码。听到"滴"的一声，然后就走开。好，等它显示添加成功，并完成。点进去，在这里设置这里，给它点升级，固件给它点升级，对吧？是不是？点进去之后，在这里给它固件点升级，如果它最新版本就不用了。嗯。啊。